大家好，我们是 Trash。这边要推荐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就是3月26在 AI 有一个太空港演唱会。这是世界上第一场用绿电举办的演唱会。那买一张票呢，会等于种一棵树。那我们在当天最多可以种750棵。这个地球需要你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响应这个环保的演唱会。Let's get it!